开始，三杯九九出发，三杯九九出发。3 1 3 3 2 6 3 3 9。大家好，我是生来英语五号朋友，在家自学的课表，英文课，体育课，国语课，课有30分钟，中间休息10分钟。然后第二节下课要做什么？做健康操，跟学校一样。现在是什么课？现在是数学课。数学课你在写什么？我在写数学考卷。数学考卷的加法数学考卷。对。上课喽！贝贝是不是有点迷糊呢？他身上穿的不是运动服，而是睡衣呢。现在是什么课？音乐课。音乐课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教降C的话是什么大调呢 ？F 大调。F 大调，那 F 大调的第一个和弦是什么？法拉哆。对，是法拉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弹它的一和弦，一级、四级、一级、五七、一级、一级。四级，一级，五七，很好，一级，对了。这样合起来会很好听哦。现在第二节下课要跳健康操喽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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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 O U S E spells house. M O U S E spells mouse. 咪蒙咪蒙。这是解析语，这是白熊，这是解气鹅，这是猫咪，这是炸猪排。耶，通通都有。他们五个是主角。主角，角落生物的主角。Open your hands and clap.Open your hands and close them. Give a little clap, give a little clap.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back. Come back, open.